现在先简单宣传一下我们吉他节的活动。那我们这个礼拜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在理工长廊摆摊，然后从早上9点到12点都有，然后会卖一些有关吉他的商品，像是 pick 或是那个什么，对，乌克丽丽，还有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每天中午有点歌传情的活动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就是来支持一下我们。那除了今天的小动物之夜以外，那礼拜五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刚入围第25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明先生 Mixer。来这里就是这个半圆形广场为我们做交流跟表演。那因为就他们金曲奖是才刚出来的，那我们也恭喜他们，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他们。那礼拜天我们在梦时代的音乐花坊有跟其他的大学，像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一个联合吉他的展演，在梦时代音乐花坊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支持我们这样。那我们那个就是旁边有饮料跟饼干，然后还有小册子，那你们就是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拿，然后看我们的里面有简介啊、社长的话什么的。那有些题，等一下有讲出来的题目也会从小册子里面出。那有摸彩券，那摸彩券现在在谁那里？那有时有拿没有拿摸彩券的话，再跟我们工作人员多反映。那我们欢迎下一首歌。下首歌马戏团运动。喂，你这个麦小点。嗨。我们是。第一个老人团，然后介绍一下团员好了。那个鼓手是气管硕音李俊，前社长，然后这个是紫薇公主，然后还有贝斯手，是品瑜姐姐。然后这个是阿中。好，然后这首歌是马戏团运动，然后他是米先生的歌，然后米先生礼拜五会来这边同样地方表演，然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看金曲奖入围的人有多厉害。这样。不住眼又欺善。